马自达六，换装 AT Power 爆发力 AT Power 的自排变速箱的油门控制器，此车款为拉锁式的油门，所以没有办法改装电子式的油门加速器，所以就必须采用自排控制器来做安装。主要的内容物有荧幕本身以及控制盒线组，都需经过剪线来得以安装。现在安装的部分已经完成，必须先回到原厂的模式下来做手势的安装设定。按住左侧的 set 键会倒数 L0.5， 现在先不要踩油门，再按一次 set 键，好，显示 H 的时候就可以来踩踏油门到底，读到4伏特的数值，再按下Set， 好，现在完成基本设定，踩踏油门来回测试是否有100%，如果有100%就算完成基本设定。模式由右侧 Mode 键来选择 EC， 有5段1到5，由左侧来选择1到5，再来右侧 mode 点一下回到原厂，再来 sport 有7段1到7，同样由左侧来选择就可以了。每一个段数就是会让反应效果有段落，所以依照每一个驾驶者来自行选择适当的段数就可以了。